节目由 Top 十铁伟独家播出。台味拉力赛，来少时无限真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文文。最近 QQ 飞车更新过后呢，就有个不算新的模式，算是延续之前也有过的一个拉力赛模式，也就是 H20 拉力赛无限真诚的模式。那么话不多说，我们来试跑看看这一期的拉力赛跟以往的有什么不同呢？就是这一期它是可以有一个单人念图，就是不管任何时间，总之就是念到你想要念到的关卡为止。比如说你想要从第一关念到最后一关，来研究它过关的方法，可以。我记得我之前怎么念图是，好像是跟别人拿那些录像去用临时挑战才能念完所有的图。可是这一次呢，他们是可以单人念图，就是从关卡一到最后一个关卡你都能念，即使你还没有达到那一个关卡。已经念到差不多了，那我们就开始实战吧。Thank you.
有时间的玩家可以去玩一玩这个模式，因为也是不错好玩的，而且也有一些奖励呢，比如说套装什么的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。